首先第一步，清洗好准备用的老婆饺，装进盘中。起锅烧油，油热之后下入葱姜蒜干辣椒，一勺海鲜的辣炒料包，炒制出黄油啊，红油。清洗好的老婆饺现在下锅，啤酒可以用料酒啊，少许蚝油，味极鲜少放，然后加入适当的水，少许一点点盐，煮个5分钟左右，马上可以出锅了啊。出锅之前可以来上一点点小小的香醋啊。哇，装盘撒上自己喜欢吃的香菜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？抓紧制作起来吧。刚才已经被吃了不少了啊，先喝口雪碧，和它是，哇，绝配。香的这一盘。